老牛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个老牛啊，有个无敌想踩一脚，秒，这直接上飞艇。哇，林呱呱啊，让你感受一下塔的威力。这老牛有点强啊，冲到人堆里去了。不过老牛有复活，问题不大。过来一看，现在怎么办？这墨100个 BP 怎么拆？开个大招，恢复一下血量。牛头啊，自己 ace， 重新复活一下。刚才非常危险啊！这里怎么打呢？现在矿的话，看一下，林呱呱应该是快没矿了吧？林呱呱现在没有矿可采了，就墨最后有一个矿可以采。当然，其他的岛矿啊也采完了。墨现在最后一个矿，所以所有的防御力全部放在这。车还在造啊 ，BP。哇，真的是一百个 BP 啊，疯狂造，疯狂造，哇，这有点像我们在天地上玩的时候呀，玩的真的是开心，是吧？伐木机器人也很多，木现在32人口，丁呱呱还是70人口，好，木现在两个英雄继续上岛，危险，这里英雄不要被踩，好，熊猫保持 KOG 保持一定的身位，保存一下。自己单船，老牛这个缠绕时间有点久，没有机会脱身来踩他一脚。这里摸还在造 BP， 我的天哪，100人口 BP， 100个 BP 还在造。现在摸就玩两个英雄，其他就造 BP 是吧？有种就来拆，我两个英雄慢慢可以玩。双一个八级，一个七级，现在暗夜精灵等级的话也快被兽族给追上了啊！兽族现在能拆吗？飞龙，哎呦，这飞龙里面幸好没有英雄啊，这要有英雄就非常危险了。KOG 回家，小精灵继续过来造，疯狂造 BP， 还在造。好，现在林呱呱想把这个飞块重新拿回来，不过3000多啊，没多少钱。但是没钱也是钱啊，现在的这个情况啊，只要一块钱都想采回来，摸我这个飞块太难啃了。好，熊猫隐身了，这不能明着来，要隐个身。哎呀，不过这个点的话啊，重新升了300，只是想拆一下对方一个科技。林呱呱继续过来把这个矿给夺回来，迷你基地600多，这里3000多，投入回报比不是特别的高啊。熊猫在这里等，但对方不在，对方换了一个地方啊。这边林呱呱把这个矿重新夺回来了，那莫现在这个矿最后一个矿也是疯狂的踩，还在造 BP 吗？我的天哪，哇，这真的是造满了 BP， 造满了 BP， 怎么办？这个局势怎么打破？准备干活。隐身狼现在林呱呱最后一个矿3000多块钱，莫最后一个矿9000多块钱，哇，莫连把采精灵、采矿的小技都拉出来造 BP 了。全部造，把树采完，全部造 BP。现在林呱呱71人口，墨的话28人口，哇，就玩两个英雄啊，就玩两个英雄。哎，伐木机器人也去上飞艇了，他想去进攻这个矿吗？但是林呱呱这个防守做的有点到位啊，飞龙有点多。好，隐身狼看见了，哎，这里要不要出个自爆，过来爆一下这个飞艇。现在林呱呱用隐身狼满地图做侦查，飞龙防守，飞龙防守，几乎每个点位都在防守，重新布局这个防御。哇，这个岛矿不又想攻岛了啊，非常难。准备干活，易守难攻是吧？这个岛来了，好，一个飞艇是假的，没东西，另外一个飞艇有东西。哦，两个英雄。他想那边吸引注意力，从这边上，但是林呱呱好像四面八方都做好了防守，怎么办？有没有机会冲进去？现在千万不能够飞艇被对方给爆掉！哇，以假乱真，我三个飞艇来，就看哪个飞艇能够成功登陆了啊！林呱呱，这个海岸沿线各种侦查，这里要看见了啊，飞龙从这里了，这个是假的飞艇，没有东西，先掩护一下。真的从这里来，哇，真的飞艇从这里来，哎呦，但是这里也有，哇，这个防守做的密不透风啊，我想找机会登岛，但是很难很难，非常难，强行登岛，
这里看一下伐木机器人，好，能下来一波，这里能下来三个伐木机器人，但是只是吸引一下注意力。那看一下英雄有登岛吗？英雄没有登。哇，英雄被撞掉了，哇，哎呀，这英雄被撞了，哎呀，有点伤有点伤，这个岛太难登了。我两个英雄阵亡，哇，对方双八的一个等级了。这我现在三个飞艇过来啊，还是被对方给逮住了，没办法，这里的塔太多了，塔再加上飞龙自爆，这个太难守了。好，我两个英雄直接买活，买活之后看一下回家喝井水。那这个时候李呱呱要赶紧反攻了，趁你病要你命，七十人口直接过来冲锋，想反打了。不过我现在有钱啊，两个英雄直接买活，找对方的飞龙，打英雄打不死啊，但是能弄对方的飞龙，酒火一喷，这类酒减速还是有点给力啊。继续，哎，提前视野 ，QG 要小心，飞龙来了。好，熊猫酒火一喷，哇，全部喷到自己，能不能全身而退？三级野兽狼疯狂卡位，哎 ，KOG 走位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能被老牛一下踩两个英雄啊！一闪电链交一下，哎，好，开个大招，哇，非常惊险，刚才死了一次，再死一次，真的就没得玩了。兽族这个岛矿太硬了。这满地图造好塔，还有飞龙自爆巡逻，你这个飞艇过来确实没有机会。好，这下轮到林呱呱也开始反打了，慢慢拆慢慢拆，这里缠绕打断一下老牛，哎，踩到了，闪电裂胶保存一下，双保存还是比较的稳妥。老牛往前冲，又开始杀英雄了，这个商店慢慢拆，哎，这里老牛哎能复活，一时半会弄不死他。先知的话能弄死吧，先知有回城，哎，又踩到两个英雄，闪电链一交，好，熊猫直接开大保命。KOG 井水喝的差不多了，无忧，两个隐身狼一直在跟，好，开个大招，可以的，这个大招能保住自己的命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，三熊猫打老牛，老牛有复活啊，有复活，你一时半会哎。你一时半会也弄不死他，先知的地震用了一次，还想追，哎呀，那现在林呱呱反打也不是很成功，感觉这一局打下来啊，谁主动进攻啊，谁吃亏，谁主动进攻谁吃亏，这双方的塔造的是真的多啊。好，这边木分过来有7000多块钱可以踩，林呱呱还有3000多，啊，林呱呱现在也学聪明了。我现在50人口以上我就不踩啊，等我掉到50人口以下再踩，然后这里的话我再疯狂补塔，那木偶应该不会再想登岛了吧。这刚才登了一下两个八级的英雄阵亡啊，一个七级一个八级阵亡，再也不想，那只能够磨对方的建筑了，慢慢磨慢慢磨，磨建筑的话最好能出点这个奇美拉来拆啊，你靠这两个英雄拆拆得太慢了。然后看到这100个 BP， 林呱呱也没有什么欲望来拆这个矿，那双方陷入僵局了呀，怎么办怎么打啊？双方这个防守做的，嚯，林呱呱啊，直接圆形包围自己的这个矿，最后的希望这个矿。那这里其他的点木偶可以慢慢去拆，慢慢拆，搞定了。这家里的话要不要出点奇美拉呀，出点奇美拉去拆是吧， KOG 回家井水又喝了一波啊。林呱呱现在也不想反打了，每次反打好像赚不到什么便宜，而且还很危险。两个英雄哦，还随时在飞艇上下来，上来，下来，下来，做一下运动。这里看一下，哎，这边老鹿的话在这里各种巡逻，看一下这边，哎，李呱呱又想找机会，主要是熊猫啊，主要是这个先知大招好了，可以去放地震了啊，拆建筑。好 ，KOG， 哎，被对方的野兽狼侦察到了。来来来，小树人一招，闪电链消耗一下，
这老牛再打下去快到十级了。传了，我反召唤一下，不给你经验值。这里这个矿守的啊，真的是天衣无缝，想整想搞断非常难啊。看一下这边，哦，那熊猫跑哪去了？搞定了。我的熊猫好隐身，我的熊猫隐身也疯狂的找机会。这里的话，哎，我又想去登岛了，哦，爆人口了。我这里悄咪咪的补了将近60多人口的一个脚印。好，那还是要大力出奇迹，出脚印和对方的飞龙对刚。这脚印有点尴尬，它不能对地啊，你只能够跟对方的飞龙打架，你又拆不了建筑，是吧？很难。我感觉你脚印出的话，最好还是保一下自己的这个奇美拉，就奇美拉拆建筑，脚印护航。这里侦查到了，哇，隐身侦查，原来你出了将近70人口的一个脚印，三攻三防啊！那脚印没有对地的能力啊。现在奇美拉有没有亮起来？搞定了。没有奇美拉出那么多脚印，做啥呢？做啥呢？你又没有出 AC 是吧？哎，他过来小杀对方的飞龙。好，先把你的这个飞艇给干掉。来了，哇，这边要强冲吗？这不是个好主意，这不是个好主意啊。It's not a good idea。这冲不了，这个冲不了啊！我的天哪，你还是要有点奇美拉，奇美拉，奇美拉拆建筑，然后脚印保这边的奇美拉。我尝试了一下。他想出其意外的把对方的飞龙给干掉，因为他觉得对方可能没什么钱了，把对方的飞龙干掉，你没钱了后面就好打。但是对方这个塔实在是太多了，双方的塔都非常的多，谁也拿不下对方。开个大招补一补，好，压回了80人口以内。怎么办？现在这个局势谁能破呢？都很难破。这里是吧，里三圈外三圈包围自己的这个矿。林呱呱啊，把剩余的钱也踩掉了啊，这里出了自爆啊，就是怕你出一些什么飞艇过来。这里还在出脚印吗？81人口脚印，但是你冲不进去啊，对方的塔太多了，塔太多不太好打，除非你能出一些什么奇美拉，因为奇美拉射程比较远，可以慢慢的消耗对方的塔。搞定了。哎，啊，隐身狼在这里稍微的逛了一下，我还想登岛。80人口，脚印。这边80人口，飞龙。这按道理飞龙是打不过这个脚印的，只是可惜啊，对方有塔的掩护。啊，我还想机会再冲一次。这莫打的还是主动啊。哎，这个飞艇不要再来了，对方有自爆，你可能非常的危险。好，他是脚印来掩护这个飞艇，我就心想你抱不到我的这个哦，六有自爆来了，他是养在是吧千万人群中啊，你抱不准我的飞艇。但是脚印跑太快了，飞艇跑得有点慢，尝试了一下不太行，要是飞艇能隐身该多好啊。好，换个方向来。哎，这里自爆好，英雄下来了吧，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英雄快下来。哎呦喂，熊猫好像是不倒了，哇，开个大招，我们看一下，熊猫也下来了，两个英雄，这里哇，莫强冲了，我的天哪，把对方的飞龙全部干掉，哇，你还别说，这一波莫把对方的飞龙全部给整掉了，哎呀，熊猫能跑掉吗？啊，对，提前撒粉，熊猫只要有一个分身能逃出来就行。这个熊猫，哎，我插眼睛了，这个熊猫不能死啊，这个熊猫一死那熊猫就没了。蓝皮巨，哎，隐身时间到了啊，对方乌鹰又过来插眼睛了，呜呦呦呦呦，这插一下这里有一个，哇，陷阱判到了，哇，熊猫被秒了。哎呀，这一波本来莫哇这个强攻的非常的成功，可惜熊猫没有保回来啊，把对方的飞龙给整完了，对方直接从70多人口掉到23人口，
沉默的话突然登岛，啊，林呱呱开始出自爆了，出自爆了，啊，太危险了啊！出飞龙不保险，来出自爆保险一点。那接下来木木这个块2000多，马上也要踩空了。对方这个块1000，马上也要踩空了。好，木木终究还是要祭出自己的气门了。基地被攻击了。小兽人继续拆，双方这个打的你来我往，好不热闹啊！100个 BP， 呵呵，这个分矿没有后顾之忧啊！刚才这一波脚银过来，确实把对方的飞龙全部搞掉了，顶着这么多塔，把对方的飞龙给弄完了。可惜熊猫没有保回去。我们的基地被攻击了。KO 级8级，熊猫慢慢复活吗？慢慢复活，花钱买是吧？有点太贵。哎，这里自爆，哎，这继续来吗？那对方有自爆的呀，自爆都是对方的经验值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这里林呱呱继续防守。我们的基地被攻击了。小树人慢慢磨，磨你的建筑。双霸的英雄等级，哇，先知马上要9级了。这里奇美拉来了，可以的。这一波刚才木偶的话就是混乱当中，我保你是吧，爆不掉我的飞艇，然后突袭了，把对方的飞龙全部搞掉。那这一次的话，脚印是来掩护这边的一个脚印的，啊，掩护一下奇美拉过来拆对方的塔。但是对方这个自爆出的有点多啊，自爆一爆，这边脚印经验值又要蹭蹭蹭的往对方啊给对方的经验值了。来了来了，基地被攻击了。KO 技三个奇美拉，三攻三防，奇美拉输出的距离还是有点远啊，拆对方的塔，只能说兽子上岛太强了啊。来了双英雄电球自爆无忧，9个自爆，他想突袭一下你这边的一个脚印，好，撒一个粉， KO 技可以随时开大招保英雄啊。哦，熊猫9级了，现在怎么打？来了，木木的话要掩护自己的奇美拉。好，来了来了，脚印过来，脚印三攻三防啊，应该要2-3个自爆才能爆一个，但是前提是你这边的脚印旗不能够聚集在一起。来了，我再一次过来冲锋。哎，你英雄过来硬刚吗？好，这里哎熊猫啊，哦，也过来了，开个大招，哇，直接被打断。那这里熊猫要小心。这里赶紧哇自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哇，三个奇美拉全部爆掉。这里脚印啊也全部被对方的秒掉了，啊，这一波对方经验值吃的太多了。熊猫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飞艇不会爆掉吧？哎呀，这个登岛太难太难了，这一波木偶人口也几乎掉完了，啊，对方自爆也用完了，19打35人口，经验值对方赚的有点多呀，啊，感觉打到大后期啊，谁主动进攻谁就吃亏。奇美拉被对方的自爆全部爆掉，然后脚印的话也是被对方的自爆加闪电链全部秒掉。那打完这一波木偶的话还要主动进攻吗？哎，我们看见了啥？我们看见了啥？兽族要出小歪了。好，要出小歪，妖术变对方啊！你不出小歪控不了对方英雄，不太好杀。有想法？我们的金矿倒塌了。我100人口的100个 BP 要爬过来了，这里要掩护自己是吧，掩护自己这边的奇美拉了，感觉靠这个脚印起不太靠谱。哇，满地图的 BP 要爬过来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矿反正掩护这个矿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啊，这个矿已经采完了。好，满地图的 BP 要过来这里，基地被攻击了，要过来这里，要掩护自己的奇美拉来登岛。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林呱呱开始撞狼旗了，林呱呱现在就是想留对方的英雄，对吧？你英雄走来之后过来，我一个妖术一变，狼旗一往就是把你的英雄给留下来。这里看一下 BP 过来拆建筑了，把对方的建筑一个一个拆掉，拆完之后然后掩护自己登岛。哇，林呱呱撒一下粉一看有点吓尿了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啥啊？来了来了，这里建筑全部拆完，站好位置，奇美拉
慢慢过来进攻啊。首先 BP 要站好位置。哇，这木偶的想法是真的天马行空啊。好，双英雄继续慢慢拆。这里零呱呱钱也踩完了啊，340多块钱存款。木偶的话198块钱存款，双方都没什么存款了，拼最后一波。这边零呱呱不太好打，他所以就靠着塔在岛上，你想过来打我不好打，易守难攻。哎，这里哇，木偶的话这满地都在 BP， 这个距离有点长啊。这想起以前打仗的时候是吧，这个行军哦，这个奇伟拉有点靠前了啊，被对方狼骑给网下来了。哎，哦，幸好这个网都是自己这边。哇，这个里走要小心一点。哎，不要调皮，不要调皮。好，经验值不给我小凡补掉。BP 继续全部走过来。好，这里靠边站，占据好位置，掩护自己的兄弟们啊。这个距离能打到吧，看一下。好，老牛现在2级冲击波，9级了，等下10级可以是3级冲击波。好， BP 全部站好位置，这个已经旷世大战啊，现在快一个小时20分钟了，最后一波，看一下莫能够成功登岛啊。好，这里乌鹰站好眼睛了。哦呦输出有点给力，英雄好，问我的话好想再一次再登岛，不过这一次死英雄可能就复活不了了啊，除非卖道具攒一点钱出来。哎，哇，又被网下来了一个，哎呦，这雷呱呱上岛非常有经验啊，知道后面出狼骑，哇，两个基本拉又被干掉了，哎呀，这一波木有点亏。哇，牛头冲击波拆你的建筑，这 BP 好笑。哎， KOG 下来，这里能秒掉吗？我看一下。好，赶紧上飞艇，把对方给骗过来。哦呦，这里飞艇又往下来了，两个英雄能不能跑回去？开个大招，直接一脚打断。这里有一个妖术，把熊猫直接变身。那老牛有两条命啊，也把对方骗过来。好，小歪先秒掉，小歪秒掉。那 KOG 一森雪能不能保住？好，直接叫个 TP。哦呦，差点 KOG 被秒了。啊，一个冲击波，哇，乌泱泱一大片的 BP 啊，这一波双方拼的相当惨烈。好，牛头自杀再一次复活，这里小歪一起小歪复活起来比较的快。那现在你呱呱没有狼骑了，但是莫好像也没有奇美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基地被攻击了，还有奇美拉，哎，莫还是有机会啊，还是有机会。哇，这地震加冲击波，哇，地震拆冲击波，这是一个守塔游戏吗？这地震加冲击波拆这个 BP 太好拆了吧。好，小歪复活成功，10级了，拆 BP 也是有经验值了。哇，星值10级，牛头马上也10级了。那牛头10级有3级冲击波，感觉还是李呱呱赢了，因为他每一次地震再加冲击波可以把这100个 BP 全部处理掉。那看一下木偶的话能不能再一次过来突袭一下。哎呦，这是全部海岸线全部拆好了眼睛，这冲击波继续拆。六级大招，看一下先知六级大招马上又好了，又可以拆一波。哎呦，木偶这100个 BP 也要被对方给拆完呀。熊猫9级，哎呀，这一波还是雷呱呱啊，兽族手这个岛块是真的爽啊。六级大招好，马上又可以冲牛头2级冲击波，再冲一下马上10级了，10级之后有3级冲击波更好拆了。这里没坐下来，打不到对方的单位。哎，我小偷袭吧，看一下后面，小从后面偷袭一下，用100个 BP 吸引的注意力。这里攒经验值，好，牛头10级了，有3级冲击波了。这里来了吧，木偶要来了吗？看一下两个英雄40人口，这里 BP 在吸引对方注意力。哇，这 BP 全部被兽子给处理掉了，冲击波再加上地震，哎呀，厉害。好，这木偶最后一波要冲了，但是这里的塔还是很多呀。小鹰吸一下注意力，熊猫一口火一喷，齐美拉拆建筑。这一波看一下老牛
然后悠悠啊，然后悠这个六级大招还有 CD， 哎，熊猫很危险，这里提前撒粉，飞艇啊，飞艇还是跑掉了，哎呀，熊猫保不了了，怎么办？熊猫一个妖术，哇，九级熊猫秒掉，那一熊复活不了了，默默没了呀，来，有点难这一局，哎。这里兽族守岛太强了，哎，啊，现在英雄卖装备能把英雄复能把熊猫复活吧？好像这几个装备复活不了熊猫呀，熊猫非常贵。尝试一下，这些 BP 不太敢站到前面了，全部被对方给拆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奇美拉回家补个状态。那现在的问题是熊猫好像复活不了吧，好，现在卖了一些钱，我们看一下能复活熊猫，468块钱，468块钱能否复活九级熊猫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里哇，又是地震又是冲击波，李呱呱三英雄拆建筑拆麻了呀，先知地震放得很爽。看一下木的 Q 技卖光了道具，卖光了道具468块钱，但是这里并没有点熊猫，是不是钱不够？那钱不够，这边 KOG 看有没有点可以练了啊，打一些小点赚点小钱，好像没有点可以练了呀，那没有钱了，熊猫复活不了，那这没法打，没有熊猫 KOG 没有输出打不了。过来看一眼，这没有点可以练了，怎么能把钱给变出来呢？这木头也不能变钱啊，这里再把牛头给 A 死，重新复活一下，重新复活板蓝。这里看一下木的话，没有钱复活熊猫，那没法打了，熊猫已经死了5次啊，有点难受，可惜也不能卖兵是吧，不能卖兵， KOG 已经全部卖完了，那这一局除非林呱呱主动进攻木才有机会，但林呱呱这大后期他就没有出过这个岛，他就不出来了啊，防守反击打的，应该说防守打得很开心，反击倒是没什么反击。现在木迟迟没有进攻，好，木看熊猫是复活不了了，那干脆买个无敌吧。好，这里林呱呱等了半天，哎，木没有进攻了，那应该是轮到我来进攻了。这里能进攻吗？那现在双方这个僵局能够熬10000年。好，来了，林呱呱开始反打了，上来拆你的建筑，这里非常的谨慎，随时在边缘，我上倒下倒。哇，电球进化，现在4个奇美拉，好，飞艇搞掉4奇美拉，没有熊猫，没有机会秒对方英雄啊，小歪的话从1级已经到3级了，兽族双十的一个英雄。这里我在想什么办法呢，我们遭到了攻击，这个树能这个树过不来呀，开个大招恢复一下状态。这里林呱呱要就进攻了吗？他是想看林呱呱是不是过来买飞艇是吧，因为林呱呱刚才飞艇炸了一个，林呱呱要是没有飞艇的话也出不了岛，那你木进攻打不回去，他又出不了岛，就没法打了。啊，木现在把这个地精实验室给占据住，就不让你来买飞艇。这一波算平局了呀，不进攻的话只能是平局了。你去撤一波，两个 BP 守一下这个地精实验室。这里慢慢拆吧，去奇美拉去拆建筑。这个岛太难攻了，哎，好，还在这里等，就等林呱呱过来买飞艇。林呱呱现在，林呱呱说：“我连空军都没有，怎么去买啊？”然后出个自爆，去了。我还是懂的啊，知道对方接下来想干嘛。来了，买飞艇。这里，哎呦，自爆一看，这有点危险。能买飞艇吗？你不买飞艇，你就出不了岛了。
但出不了岛墓也没法进攻啊，也打不进去，这有点尴尬。三英雄还在手。OKOG 现在无所事事啊，地图上的点，哎，这还有一个装备。哎呀，早知道刚才我就不买这个无敌了，是吧？卖个装备，没准这个英雄就能复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有钱的时候啊，装备最好藏起来，后面可能用得着啊。好，这里有个脚印，击败了，拆拆拆。我们遭到了攻击，守住这个地阶实验室。这里就一个蝙蝠能够去外面看一看，三英雄出不来，那这里只能算是平局了呀。慢慢拆，KOG 等了半天啊，对方还是没有上来，是吧？还是没有出岛，怎么办？对方不动了，就在憋人口，不出来。好，撒一下粉看一下，撒一下粉还是要花钱的，慢慢拆。但是你外围建筑可以拆掉，但是里面的拆不了啊。对方有英雄有妖术，是吧？你这边拆的话，对方还有电球能够净化你，所以这一局如果木木想强攻，那攻不下来。对方想出来打也打不下来，那只能够平局了。但是这不是比赛，这不是比赛，那应该有一个人啊没有耐心会主动退出游戏。这里木还在拆拆拆拆拆拆，这林呱呱主动来拆了。那这个局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差不多了啊。木木的话想进攻下来也进攻不了，这边兽族想出岛也有点难，是吧？对方不让一把飞艇啊。这里拆完了这一波建筑，那这里的建筑再拆一拆，里面的建筑拆不了，关键里面的建筑拆不了。奇美拉的话确实距离是有点远，拆完这些岛上的拆不了。这里 KOG 就守着这个地方，不让你买飞艇，让你在岛上啊困一万年。好，陆地上的建筑几乎已经拆完了，那就一个岛上的建筑了。这个岛上的建筑拆不拆得动？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林呱呱又尝试啊，刚才又去买了一个飞艇，去远的地方啊，远的地方买了一个飞艇，然后尝试想去反打一下。这里治疗守卫还有一个巫医。应该还有70多块钱，继续拆，继续拆。兽族三英雄有点强啊，冲击波，隐身狼，这里木这面能打过吗？看一下，树人来了，林呱呱打的还是很谨慎啊，随时靠边站，是吧？能走就走。啊，树人先消耗一下树人。这里再慢慢拆一下，这里木 KOG 不敢过来呀，打不过。奇美拉从后面过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趁对方不在插一下对方的塔。好，木还是提前退出了游戏，感觉机会比较理想。我们恭喜林呱呱啊，这一波旷世大战，那木的 BP 也是造了满地图都是啊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